哎呀，今天毛毛好漂亮哎！收官前夕，两队即将迎来一场关乎队伍命运的挑战。TVB 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在1984年开播。1984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，得奖歌曲是张国荣。严峰容易受伤。在当年激烈的乐坛竞争中，不断为观众评选出年度好歌。那些数十年来饱受认可的劲歌金曲，是歌手的试金石。所以本轮歌手需演唱 TVB 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中的获奖作品，只有整场获胜队伍有权在节目收官之夜全员上场，冲击时代唱片的最后席位。我独唱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觉得看是怎么样容易赢。你过去劲歌金曲那么歌拿过奖，要不然就直接那一首猛的，猛的呢？潇洒。对啊，潇洒。哦，那不赢定了吗？哇，对对对。我有个想法啊，就是两个女生去致敬一些比较经典的 ，maybe 我是说 maybe Michael Jackson 那种，然后都是男装的扮相，各种的礼帽就唰蹦叭叭蹦蹦，就是那种。我觉得唱跳肯定要有，因为他们没人做这个。我有一个想法，我打算跟克勤加魔动城堡，我们三个合作一次。哇、哦，可以啊 ，OK。我 OK 的，建哥想 rap 了。没有没有，因为我还没唱过欢快的歌曲。建哥，你能跳吗？先唱唱 rap 全部搞定这一次。我能跳高二挂的。Coco 来一个。哇 ，Coco 姐，我觉得你来放一个很抒情加劲歌的混一块，千万不要从头到尾大抒情。奏你的最强的高音或者是什么怎么样的 R&B， 说完了以后就跳。就把你的四邦邦无意、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都得拿出来。嗯，可以的 ，Coco 可以的。我们不想任何人没有机会去最后一场，这个是大家一起进入的节目，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可以到结局。快结束了吗？这个节目好，我就去拼一次吧。我们会非常努力，绝不示弱。你必须要赢一下。能对，醒醒吧，不要老想着赢，好吗？醒醒吧，醒醒吧。怕这糖喝简醇，本节目由全国销量领先的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，实力夜拍更添光彩。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S22 系列手机赞助播出，中国宝宝实证乳铁蛋白。本节目由美赞陈兰珍赞助播出，天然高维 C 好喝次凝集。本节目由天然维 C 天生活力的次凝集赞助播出，神州行孝心卡，父母省心，子女安心。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，生生不息唱不尽，好苦好物逛不停。本节目由不负每一份热爱的京东赞助播出，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每周日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，尊享超前营业的港乐加更版。各位观众请注意，演出即将开始，在节目进行期间，请勿录音、录影，可以大笑、大哭，可以被感动，允许忘情歌唱，允许心跳加速，演出马上开始。5秒、4秒、3秒、2秒、1秒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生生不息。怕蔗糖喝简醇，零蔗糖无负担。这里是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的《生生不息》，简醇零蔗糖酸奶全国销量领先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何炅。大家好，我是金曲推荐人王祖蓝。
生生不息是由芒果 TV 和湖南卫视联合香港 TVB 在今年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特别企划的音乐献礼节目。我们的节目由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和港澳台办公室、香港中联办宣传文体部特别指导，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，谢谢。哇，今天晚上厉害了，时间是不是过得很快？很快就来到我们收官之前的一期啦！哎呀，今天竞演的主题呢非常特别，叫劲歌金曲冲刺夜。劲歌金曲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 TVB 从1984年开始举办的劲歌金曲颁奖典礼。今天所有歌手演唱的歌曲都是38年里面曾经夺过奖的金曲。哇，很多歌可以选呢。这次的范围非常的大，除了音乐的选择不一样呢，今天晚上赛制也有所不同，我愿称之为生生不息整季以来最刺激最扣人心弦的一次比拼。今晚每一个人的成败都将关系到队友的命运，只有整场期待值总分获胜队伍有权在生生不息金曲盛典全员上场，冲击港乐时代唱片的最后席位，而败队中将会有歌手无法获得金曲盛典出战权。四回合歌曲的简纯期待值从2、3、4、5中自由选择，每回合获胜方可将对方期待值全部包揽。观众聆听本场曲目的原曲后，投出了每回合中更期待的原曲，每首奖励2分初始期待值。今天晚上每一轮的比拼不只是关乎自己，也会关乎整个团队，相信大家一定会全力以赴。所以作为金曲出品团的你们，今天真的是责任重大，但是不要有压力，还是遵从你们内心的选择。OK， 你们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就开始了。第一个回合是独唱，但是两队派出的这两位歌手，他们的气场堪称一人比得上一个足球队。哇，很厉害！客勤队派出的是 Coco 李玟，千化队派出的是叶倩文。哇！掌声！ Alright, thank you， 谢谢你们对我的信心。我的第一点不要那么多，相信我。2分够了，真的，他们肯定要拿很多去。对，如果我们赢了的话，对，也是好的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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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是好。好，丹姐，丹姐，我带了2瓶。老板，我帮你拿。It's okay, I got it. 我来。赛丽姐，我一直期待她在这个舞台上面可以演唱下面这首歌，五个字，你们应该都懂的。笑一起，3、2、1，一回你们都猜对了，还要我介绍吗？这首歌，哎呀，都会抢答啊。Coco 选的这首歌也是来自他另外一个偶像谭校长的《爱的根源》。接下来就有请金曲对决双方。劲歌金曲金奖就是 Sally 潇洒走一回。那个时代潇洒走一回已经成为一个术流行语了啊，去哪都要潇洒走一回，去饭店要走一回，去澡堂要潇洒走一回，歌厅也会放，大街小巷也会再放，我感觉好像到哪都听到这个歌。这个歌确实是很红，然后我记得陈小春、谢天华都是他的舞蹈演员。我觉得《潇洒走一回》其实是那个时期特别带有侠义之气的一种音乐流派，而且他的歌词的意境和音乐就是天衣无缝，
表达出来的那种潇洒的状态，在任何时期都能打动。